本期要解一个电商平台长尾截流项目，持续引流创业粉99个以上啊，每天的引流这么多。这是简单粗暴全行业同样啊，其他行业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操作，利用爆品自带的流量进行截流啊，被动日引99个粉丝以上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就这一节视频课啊，这一节视频课啊，连麦的照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电商平台长尾截流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